故事从那只猫咪开始。要不我们回去找找吧，应该还在呢。在了，走，再买，进得去。嗯，我高中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橡皮。那如果高中毕业那年，第一个走向你的人是我，你会答应吗？没事，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如果？那个时候你又不喜欢我。生活里没有如果，所以我还是会和你在一起。那么难忘的深刻，在心里种下颗球，才会连等待都快乐。如果今天早上那个人不是我，你也会跑过去救吗？不，但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是作为上司，因为是你，除了上司的身份，我更是你的丈夫。再见面时，你给了我一个家。那些交汇的时刻，早已经被我上了锁，安放某个角落，等待着再次经过。那珍藏的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不为光景。因为有你，生活不再是单调的黑白，而是人不色彩。做一个大的全家福，有我爸我妈，你爸你妈，还有我们两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